最近无线多位艺人、主持人陆续已因为政治立场而不被续约。尼日动向世望主持林永涛连约都未到，就被提前解约了。据知佢份约本身就仲有一年噶。其实早在今年三月嗰阵，林永涛就在发声叫人哋参与游行之后，被人说咗两个月噶啦。好不容易复出，结果又被提前解约。虽然真正原因呢，连佢本人都未知，不过种种迹象都好难令人唔怀疑系因为政治立场所致啊。另外又有消息指，无线呢个清算系仲未结束噶，唔知下位又系边个呢？